Thank you.
三四完了是吧？OK，周六周天不上了。周六周天他妈上周日吧可能。上周一下上。应该是上个周六或者上个周日吧。你说星期一第二个点，周六周日好像没有。啊！快！一三四，我还。好像。
1.7 3.4。啊，那他妈只有新疆出来了。对啊。叶森得还缺吗你？啊？叶森你还缺？啊？下个星期叶森你还缺吗？歇个鸡巴歇我操！再不去他妈老个肌肉要萎缩了，三分都投不动了我操！第一我打车，第一我他妈的你得打车，我他妈今天打车肯定稍微强，这真没办法的，我他妈9点钟下班就来接你，都10点了，过去11点就关门了。也许有个调不行啊？有个调都不行。有个调啊，有个调。哎，我有个调可以有个。没事，帮了啊。有还有个掉那里，没有了。样那边有一家，样那边有一家，那个只能见半小时，我知道你那边10点半了，反正都10点钟，那要不中去试试呗，就是这样子了。鸡哥来了，我不懂，鸡哥来把他抓上来了。鸡哥来了，他来接我。对，如果实在不行就试试看，就样那个，看能见多久呗。我天天打的出招的，你叫鸡哥，谁叫鸡哥？
我也说话。哎，我说话，你想不想？我三号，先三号，我先三号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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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妈逼饿了，我操！宋子万，你知道你那分量怎么这么大吗？我操！你知道为什么你那一份分量这么多吗？啊？没吃饱。还没吃饱，我靠！我他妈的，我就他妈吃了一口饭，然后他妈菜都没怎么吃，都给你加了，我操！他妈贼恶心啊！加吃啥？我操！切点的。那你想吃啥不？不要，不要说他妈这个点他吃了。没啥吃。确实也是。要去吃拉面了。啊？你把这丢那边呢，把他们东西拉过来等聊天呢。你说啥我听不见不？这么多，我操！1:20。我操！没车啊，太尴尬了。没车只能这样了，就是。Yeah, almost hit the camera, man. 主要是我要出镜。我先吃六。海胖吧，我去吃，先吃，我还是去吃。要不搞得都很烂的，他妈去哪都方便点，妈的。你们都有熟人吗？这种人我他妈三个数据不好使。没事，你像我那样，像你比你家那样，去他妈外面就好了。我是非常支持你搞量，他妈的大一部分，不能随便来一下的。一两天，我给你个他妈500够不？我去哪捡都捡了一两天。真的，我操！当骗你一样的说的。直接一两天，能开多久？能开他妈的开到你回国，我操！两千七，2018年的。坚持一会儿，买不起2000。2000都买不起。是吗？大强，你快点！你没办法了，我上去吧。Oh!
我在拍呢，我在帮鲍勃杜呢。对啊，他说对啊，给他带饭今天，他说他太饿了，没车了也。对啊对啊，我就是那个拍呢，你呢主席，你干嘛？我把东西都给你爸对吧？啊哈。OK。我都拿着 ，OK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主席。啊，可以啊。OK， 那你得剩下的比我好吃啊，等下我们去吃东西啊。好，那 OK。啊，没事，小问题，主席，那到时候见了。嗯，拜拜。他放不出来了。对啊。啥？他啥意思啊，大姐？意思就是他妈把这个卡给他爸，我操，输。然后他妈的是摄影机，他这个杆子，他真的给我拿走。没有啊。然后他妈把这个给他，然后他明天的东西给我。然后我们吃完饭就去找他就好。你要去吗？先去找他再吃完饭。啊，先去找他吃饭。饿不着了。你说先去找他。啥？你说先去找他再吃饭。没有，我跟他说我上太饿了。他说 OK 啊，他睡得很晚，他说。他睡得很晚，他说。他妈员工饿了，得体谅体谅，知道吗？想你了。想回国了，想回国了，为啥？要吃吗？不要吗？你不要读 PhD 吗？他妈要吃啊！那你他妈有一个能过来吗？也是，并不能。主要是我也有自己的事啊。但是说他妈的，我没事的时候都来了，对吧？这是不可否认的事。啥？算了吧，来累了，对不对？我说他妈的，还累了，喝完酒第二天上班，周二。周一能喝，就周一喝了，对吧？我要把家里那个酒给处理掉就好了。哎，不是还有那个皮的吗？这皮很开心，确定吗？啊？这皮很开心，确定吗？确定吗？操！没必要搞新的，我操！不知道为啥？为啥？等会儿就知道。啥？等会儿就知道为啥我要那个。OK。不行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想等你晚上。OK， 咋等咋的？Let's go!
哥好厉害，赶快打滑，我要下了。加油加油，辛苦辛苦。尿急，你溜一溜呗。刚刚肯定没下来。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。孩子，哈哈。
应该能拼过。对，这个三分，肌肉都没了，好像。再给我一个那个。打这个打这个。Thank you.